弟兄团契简报，儿童圣经 James 1:21 So put out of your life every evil thing and every kind of wrong you do. Don't be proud, but accept God's teaching that is planted in your heart. This teaching can save your souls. 雅各书1: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灵魂和源头连接起来就不孤单不孤独。清洁自己，自洁，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如果有人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他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被分别为圣，对主人有用，而且是为着一切美善的工作所预备好的。尽量多找别人的优点，看别人的长处，找自己的短处，这样心情好，容易进步。早上第一句话是圣经里的，读圣经早上一起床读比较好。Put God first in everything you do， 在你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把上帝放在首位。Put God first and watch your life change， 把上帝放在首位，可以观察生活的改变，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灵魂有盼望。德兰修女有很大的气场，她进入会场显示出来的能量比较高。你的心灵的能量决定了你的气场。福建弟兄如是说，你说的话题，对方包括家人同事，他们感兴趣吗？不能自嗨，注意听者的表情。河北弟兄如是说，互相扶植，训练忍耐，有倾听的耐心，有倾听的技巧，让同情心、同理心扎根在脑子里。